别闹！怎么样，脸才不红？哇，全是汗！对，在练舞，刚练完。感谢那个丹丹老师，跟丹老师的帮助。三二一，拍！对，真可怕。不可怕。行，完美，就在这过吧，来不及回家了。练舞练过头了，太嗨了，过头了已经。对，刚练完舞，七夕快乐，各位朋友们！希望有对象的人今天可以跟对象好好的过七夕。哎，今天七夕哎，但你对象不在北京。不是，那怎么过呢？哦，然后待会儿去过七夕。不过七夕。哦。没有。哎呦，没事，我已经有很多人帮我过了，已经陪我一起过了。没有对象的人今天就跟我一起过吧。啊。今天那个长得不是特别好看啊，因为刚练完舞，有点腿。妈，不行，太丑了，感觉好像我需要搞个美白了。现在都说了，因为就是刚刚在练舞，所以迟到了一下下。我刚跳完。然后我打算跟你们直播完，去吃个晚餐。嗯，我没有过敏，就是运动了，朋友们，运动了，所以现在脸很红，就是刚刚出了很多的汗。晚饭不知道呢，再说吧，跟你们播完然后再看吧，要吃啥，可能不吃了吧，因为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脑壳疼。好意思，是有点发紫。发紫了，是有点发紫了，今天真的不太舒服，所以有点发紫了，已经这嘴巴又发紫，然后脸又发红了，然后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要来练舞。我已经喝了一个就是有维 C 的水，但是不能漏这个 logo 啊，就是它。因为说那个身体不舒服，然后运动流了很多水的话，就要补充维 C 嘛，所以我就喝了它。然后大家想喝可以喝哦，我就喝它。工作人员崩溃了，有点。再喝一下吧。我刚刚还想说练完舞上个厕所，然后再开播。就是因为怕来不及跟你们播，我连厕所都没上，我脸都没洗，我就来跟你们播了。他们说可以去上厕所，如果我去上厕所的话，我就会把你们放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等我上厕所回来。不用，我还是跟你们先播完再去吧，我能忍，我特别能憋，因为一辈子都憋过来了，还是可以憋的。哎，我今天真的有点不太舒服，不是热，是头有点疼。他这个感冒了，这样子。
哎呦，中暑应该不会，这个地方是有空调的，只是说我跳舞跳的有点疯狂，对，但也没疯狂到哪里去哈，有点难哈，不难，难，手上的戒指是什么？手上的戒指是，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，它这中间是可以转的。啊，就是我当时去，这能说吗？就去拜拜的时候请的，就是那个老师说，就如果说你今天去谈工作也好，或什么也好，就希望这件事情能成，或者是能好的话，就是你就带着它，然后就转，然后许愿，啊。但是要带，这个叫什么纸？食指，得带食指，然后就这样转，往里转，啊，所以你知道吧？信自己有点信不太过了。好运来。对，就好运来，好运来，今天会发生好事情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对。我的脸怎么了？我已经说第三遍了，我刚练完我，我刚练完我，有点热。我今天特别的暴躁，我发现，因为今天我的手机也出问题。然后呢，舞呢跳的也不好，然后状态也不好，现在就有点暴躁了，怎么办？你就买床。怎么办？上个厕所。上个厕所。我就去上个厕所发泄一下，厕所能怎么发泄？上个厕所或者打个人。上个厕所，等会儿吧，那你们播完再去吧。洗把脸也行，确实能洗把脸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给你们看了，就这样吧。那如果我去的话，我就这样播着吗？要不开一首歌给大家听，开今天练的舞吧，要不然，我说要不然开今天练的舞吧，啊，然后让大家听，然后我去上厕所。整首播放。对啊，整首播放。真的想上厕所哎，有点怎么办？厕所有点。那就先开个音乐给你们听吧，开就今天练的舞的音乐给你们听，然后我去上厕所。啊！别管我啊！我今天就是要大露特露，别管我。来大露特露啊！新歌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待会儿回来哦，先听歌哦。听到了吗？都是与你，
属于我的频道。这重播了几次这首歌？刚刚第二。哦，那还好。回来了。变色了，我现在又变成什么颜色？露啥？露今天练的歌吗？想露？想露？露一秒可不可以？反正最后还会发呀，就是最后大家还会听得到啊，就露一秒怎么样？你露哪个？露哪条好？露露露一露不露听不出来的一秒怎么样？来，先把声音关到最小声，因为万一对，就是没有词，我在听了，听到了，听到毛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个声音不能？来哦，一秒哦，一秒，真的就一秒，一秒啊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啊，来，再听一秒啊！听到了。好，他们说听到了。可以哈，够了哈。其实一个 beat 听不出来任何东西，我跟你说。多味花生，海盐芝士棒，好奇怪的东西。不想花生，不想。我顶上下去。露个腿，我的腿有啥可露的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要露个腿？露个腰？啊，就是。今天七夕嘛，怎么了？七夕就是，对吧？要有爱情感觉啊！那大家就是谈恋爱，谈恋爱就只谈恋爱吗？不可能吧，对吧？腹肌没有，只有两块。我发现我练腹肌，我只练出两块，上面两块。脸不是过敏哦，我刚练完舞哦。